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自卫人医守护爱》，我是梁中昭医师。医疗呢，能够抢救生命，但是呢，它也可能对患者呢带来新的生命跟新的气象。今天要您和您分享的是我们印尼长期关怀的个案，他罹患了纤维的骨肿瘤，是我们来自印尼的苏菲安。不要怕，那边都像自己一家人一样。这一次眼球再收回去之后，我想他的脸型又变得更正常。感恩大家。苏维恩哈来的时候才15岁嘛哈，那现在已经23岁。那当然呢是经过跨科哈，有神经外科、有耳鼻喉科、有眼科的帮忙，他才能够成长到现在。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三位特别来宾，是我们的陈副院长。主持人、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我们神经外科的主任邱崇郎主任。主持人好，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我们眼科的黄子伦医师。主持人好，全球大爱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讨论苏菲安的情形呢，我们先介绍我们后面坚强的科研团队。首先是我们的王立信副院长，耳鼻喉科的李家凤医师，温宇轩医师，眼科的林淑芳医师，心脏科的蔡文清医师，以及神经外科的李建辉医师。观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 call in 0385613337。我知道哈，经过你们三科的巧手哈，那当然很多困难哈，一一都能够克服了。我们先想请问一下陈副院长哈，在这为什么要横跨三科来帮苏菲安开刀？这次我们的最主要的医疗目的就是做眼眶的一个减压术。那我们都知道是眼眶有4个壁嘛哈，包括内外上下。4个壁，那这一次我想它的一个残余的一个肿瘤，最主要是分布在内侧壁、上侧壁还有下壁的地方，那就是集合我们三科的力量。最主要我们是做内侧壁，那眼科的部分、下壁的地方，那我想神经外科的部分从颅哈上面开进去，那做上臂的一个地方哈，能够希望能够把它的一个哦，甚至做到一个中颅底哈的一个地方哈，能够把那个整个肿瘤能够尽量的一个清除干净，而能够让他的眼睛恢复到原来的一个位置哈，这是我们这次医疗的最重要的目的。对，我知道你们前面哈磨砺的非常久了哈，所以这次虽然是开了8小时，也比预期的还算顺利了哈。我们来看这一段 VCR。戴上义眼片，苏菲安笑了。这是手术后第一次回诊，一天天看着伤口逐渐消肿，苏菲安很期待自己新的面貌。这一天终于等到拆线，苏菲安忍着不喊痛，一旁看着的妈妈既心疼又感恩。senang sekali， 很感恩哦，很好啊，手术很顺利，很快的康复，怎么他的眼睛也这么快的就很好。手术后的苏菲安伤口恢复良好，眼部神经还保有功能，可以自由转动。虽然受到肿瘤影响视力衰退，但乐观坚强的苏菲安自在面对病苦，也感动了陪伴他的医护人员。他这是第3次手术，那术前术后他的表现都非常的自在，但不知道心里是不是很挣扎，但是他非常的勇敢去面对他，这是让我们感到非常欣慰的地方。医疗团队评估苏菲安1周内就可以出院。苏菲安表示，出院之后会谨记正言上人的叮咛，要好好读书，孝顺母亲。陈副，我知道他2004开一次啊，是2008开一次哈，那今年是2012嘛哈，那一定里面有很多的困难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想第一次的一个巨大肿瘤哈，我们看了也是有一点觉得很诧异哈啊，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哈。我记得2004年的那个时候，我们也有模拟哈，也有讨论过好几次哈。那跟神经外科团队、跟整形外科团队哈、跟耳鼻喉科团队，那第一次就是总共大概21个小时的一个手术时间，那也算是还蛮顺利的。不过，他术后有发生一些伤口感染的情况哈，我们都知道，其实清除那个颅部的哈，尤其是前颅底跟中颅底的一个肿瘤哈，那个危险性是相当的高哈。那不过在邱崇郎医师的一个细心照顾之下，我想就是他后来的一个整个感染的一个控制也都恢复得很好，所以也在2个月以后就顺利的能够出院回到印尼去。那第二次的手术，其实
我们发现说他在青少年那一段时间真的是长得稍微快一点，对对。那不过第二次的手术就比较就时间就短了很多哈、那我们也是最主要从那个比较鼻子还有上颅窝的一个地方哈，就是前颅窝跟中颅窝的一些地方，甚至我们也做到了一个左边的一个蝶骨跟那个腮骨的地方哈，那个是也是比较困难的地方，不过大概都有尽量能够把，所以开了这么多地方哦，对 对, 对，我这样听起来啊，神经外科一定花最多时间的哈。那你那时候会考虑到要怎么样来保持他的神经功能，邱主任？就是这个肿瘤最大的危险性就是在于它压迫神经，那其实手术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护它的神经，我就是说希望把肿瘤摘除之后，肿瘤不会再压迫神经，好让维持神经的正常的功能。那当然这个是需要是说术前的一个很好的沟通、很好的协调，然后很好的计划，然后才进行这个手术。那在手术当中，当然要动用最好的仪器来帮忙，最好的高科技的东西，比如说手术显微镜啊，或神经的监测等等，来保护他的神经，然后尽量不要造成更大的伤害。对，那他现在恢复的情况怎么样？刚才看你常常拆线拆得蛮顺的，是。非常幸运啦、那第三次的手术基本上时间上就是短的比较多哈，然后我们也达到我们预期的这个希望哈，我们说是希望把这个眼窝周围的肿瘤全部拿掉，可以保留它其他的动眼的神经，保持眼球的一个美好的外观，眼球还是可以动，眼睑还是可以动。对，这样开完的哈，蛮顺利的哈。是，当然我们后期我们黄医师才有发挥的余地的哈。那我知道你考量他视力的那个黄医师一定考量非常多了哈。当初是怎么样想来保存他的眼睛的功能？其实我们眼睛有两颗嘛哈，他左边的视力其实现在是比较好的，那右边的视力其实他之前就已经是失明的状况，所以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呢，最主要是重建他右边的外观，因为他在术前的话，他的眼睛是往外凸的，而且是眼睛是闭合不全的，所以他在外观上其实有一些很大的一个变形。那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把眼窝里面的一个肿瘤把它做尽量的拿掉，然后把他的眼球可以复位到比较正常的一个位置，在它外观上跟它的眼睛闭合的部分的功能就可以恢复得很不错。我们当然也有要做最坏的打算啊，听说如果真的非常严重的话，你甚至要把眼球摘除再装一个义眼，是不是？对，因为那时候考量说那个肿瘤的部分如果说它切除没有办法完全，它的眼睛还是闭合不良的话，那我们就会把它的眼球做一个摘除的动作。那还好，因为就是医疗团队的合作，其实让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眼球的部分是可以做保留的。其实我们在2004哈，从国际义诊我们发现它以后，我们其实后续的追踪很多，所以我们在2008年，你看它长得非常快嘛，因为青春期长得非常快，肿瘤也跟着成长。那之后呢，其实我们印尼的师姐们其实也很多的关怀，那我们也去深入他的生活。我们来看这一段 VCR。轻轻哼着歌的苏菲安，在7岁那一年罹患纤维性骨肿瘤，肿瘤就长在眼睛，让右眼逐渐突出。因为家境不好，病情只能拖着，这一拖就是8年。小男孩的脸跟他的世界完全走了样。2004年，慈济仁医会带来一线希望。透过慈济印尼分会的安排，苏菲安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由爸爸陪同，千里迢迢来到台湾。第一次的手术，医疗团队核心接力，历经21个小时，手术顺利成功。苏菲安挨过了伤口的疼痛，更挨过了生命中那一大段的黑暗。苏菲安，tidak tahu lagi apa maksudnya seandainya Sofyan tidak ketemu Seci itu bagaimana gitu Sofyan nantinya gitu terus setelah ketemu Seci serasa hidup Sofyan sangat berarti banget gitu buat Sofyan。露出腼腆的笑容，苏菲安格外感恩这段生命的奇迹。他不曾怨对错过的一切，发心立愿在未来无限的可能。他说，他也要当一名救人的医师。
问题。你跟手边之类的什么你们都他说他把身体交给医生就好了。2008年手术过后3年多，肿瘤随着年月再度增生，苏贝安再次来到台湾接受手术。这时他的右眼全盲，左眼只剩0.12的微弱视力，但他仍未放弃助人的志向，不能当医师也要当个心理医师，帮助他人解开心理的结。2012年，因为肿瘤的持续增生，苏贝安由妈妈陪同，再一次把身体交给最信任的医疗团队。这一次花了8个小时清除了脸部的肿瘤，恢复的也比预期还快。7岁开始的这一场病，曾经封闭了苏贝安的世界，但慈济人敲开了那道紧闭的门，也给了苏贝安力量追逐梦想。他积极地上补习班学习电脑、英语和日文，还和朋友成立了乐队。他是吉他手，在音乐的世界里悠游自在，跳跃的音符给了自己也给他人无限爱的力量。刚才看到我们的苏菲安，大家一定非常关心他。今天呢，我们把本尊请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很欢迎我们的苏菲安，你好。好，他会讲中文的哈。对，那我们当然还有一个长期陪伴他的林夏丽师姐。师姐你好。好，大家好，千主。那苏菲安，我知道那个你来过台湾3次嘛，有手术嘛，那因为你视力没有说非常好，可是你还记得跟你开刀的那几位医师吗？我是应该什么朱医师、王医师、郑副院长。哎呦，大家没听到，邱医师、王医师，整形外科的哈，还有陈副院长的哈。那我知道，因为在影片中，其实他本来有想要当一位医师嘛哈。那后来因为现在身体的关系，他好像有另外一个计划，想要怎么样来帮助其他的病人。还是现在他因为当不了，他没有读成医生，他都读那个辅导心理系的。科，他现在是大二，是不是？是。他就读的系别是？是那个辅导心理系。哎。jadi konselor. Kenapa jadi konselor? Satu, biar bisa motivasi diri Sofian sendiri. Yang kedua, bisa berguna untuk orang lain. 他是心理辅导系，他说以后会帮助很多人的心理有什么问题，他可以跟他们解决这样。其实这种心理过程哈，其实苏菲安哈可能是最了解嘛哈。那他从15岁，其实他本来也是因为得这个病，当然心情不好。那经过这么多人的帮忙哈，那很多次的手术，他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团队要讲些医疗团队说一些什么话？Sofian ucapin terima kasih banget buat tim dokter yang udah tim dokter Sici yang udah operasi Sofian sehingga ya Sofian sekarang lebih baik dari sebelumnya. 他很感恩医疗团队，慈济的医疗团队跟他开了手术这一车的很顺利的，他很感恩，很感恩的。好，那我们知道哈，医疗团队能够成功哈，我们的先问一下我们的陈副院长好了，因为陈副院长是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团队的主持人嘛哈，那从2004哈看到2012哈，那陈副你觉得苏菲安有什么改变？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嗯，当然，从原来的一个突出的一个脸庞哈，看到他的一个眼睛哈，那个时候的确是让人看了也会觉得很可怕。不过现在的苏菲安是心里也踏实多了，我看他的外观呐、各方面也健全很多哈。那也已经长大成人，我想以后当一个心理辅导师是非常称职的一个心理辅导师。那我要想要再问苏菲安了哈，他能够有今天呢，当然是很多印尼的师姐啊，还有很多师兄师姐，还有医疗团队一些爱心的汇集了哈。他有没有想，因为他在走这个心理的医师哈，就是怎么样来帮助跟他一样的患者？Ya, Sofian, bisa apa ucapin
Iya. Iya, apa segala penyakit pasti ada obatnya. Dan yang penting dari diri kita ada semangat yang kuat. Susah hui yau guli yang juga yu yang ta de bing qing de, ha suo yao jiao han men nuli gen zhege yi zhege bing ne yu yi liao hui hao de, zuguo jiang de bing, zhi yao wo men yong gan qi mian dui zhege bing. 对，其实今天哈，他苏菲恩来哈，对我们医生呢是非常大的鼓励哈。今天在台湾哈是医师节哈，可能要跟他，所以他刚出院嘛。我知道明天哈，可能陈副院长哈要带他到金色嘛哈。那在回印尼之前，可能还是回去金色一下。陈副院长，你有没有什么要请问我们苏菲安的？我想请教一下苏菲安哈，明天可能我有机会陪你回金色去面见施工上人，不晓得你有什么话会想对施工上人说？感恩施工上人一直记得苏菲安，改变了苏菲安的人生。苏菲安会用功读书。以后也有帮助别人，施工商人，我爱你，感恩。哇，这个都不用师姐翻译了，讲得很清楚了哈。那我们其实也谢谢苏菲安了。我们知道苏菲安的情况哈，在印尼，其实我们在大爱台好像也有追踪嘛哈，也有拍他很多生活的状况哈。那他而且在影片当中，我也知道他因为视力比较不好嘛，他其实也跟一些视障的团体有组合一个乐团，然后他当然也非常感恩很多医疗团队去帮助他的志工，所以他创作了好像有一首歌想要在现场弹给大家听嘛哈，这个歌我可能翻译的不太好呢，叫做 Sinarong 是不是？那我们就请是不是请我们的苏菲安跟我们来演奏这一场。再跟他拍拍手了哈。那其实哈，这看到他弹吉他哈，我就知道他弹的这次手术非常好，因为弹吉他要两只手都要弹得非常好，而且嘴巴要唱，头脑要动嘛哈，所以他非常成功。但是我们更关心的就是说，他叫 Sinarong 嘛，是中文翻译成是光线的意思嘛哈。那这一条歌的意义是什么？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lagu ini ciptakan untuk ibu gitu, jadi ibu sebagai sinar menuntun langkah Sofian. 这个歌是他的那个光线，就是像妈妈照着他人生的这样走过来。这样子哈，从小哈。对，那还有我想要再问Sofian哈，你们这个乐团哈的成员哈，大部分是怎么样的成员？那组合哈是怎么样组合的起来的？Ya, jadi Sofian punya grup musik
di Jakarta semuanya personilnya itu tunanetra gitu. 这个他们组团是一个残障的，他们的团体通通是残障的。 那我刚才还看到在影片里面他还在学日文，还在学英文，那为什么会想到学这么，还学电脑？那是他有什么未来有什么计划？啊，karena Sofian mau tunjukin sama orang-orang gitu kalau tunanetra itu bukan sebagai yang bisa mijet aja tapi bisa multi talent. 是说，他是要给人知道残障人，虽然看不到，但是也会做其他的东西，一样他会读英文啊，他说也会学那个电脑啊，不是说单单残障只会跟人按摩这样而已。这样子啊，所以啊，你看他。 有同理心嘛，可以体验病人的心情。我知道他还去医院当志工，如果他都是跟那些病友啊，都是讲一些什么的鼓励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Sofian bilang biar tetap bersemangat gitu. Dan cepat sembuh gitu. 他说，就鼓励他们，赶快你们要自己要坚强，就很快病会很好，快恢复了。其实刚才那师姐的帮忙刚才她在这样光线里面有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妈妈嘛那我们妈妈其实也有来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的那个莉莉师姐在陪伴。那我想请问妈妈那有什么话要跟苏菲恩讲的？ Saya berterima kasih kepada tim dokter Seci yang mana operasi anak saya dengan lancar kan En. Saya berharap, Mama berharap Sofian rajin-rajin belajar sungguh-sungguh. Mama yao kan En Seci tuan tui, ilau tuan tui, ye yao kan En yu Seci zao gu ta de haizi, ye hen shou shu hen shun li. 他希望 Sofian 苏菲安可回去要好好读书，好好读书了其实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刚才我们听到那个有关光线 Sinaran 这个有意义的歌以后呢，我们就请我们的苏菲安再帮我们弹一次。苏菲安，请。 医疗团队还有妈妈，还有苏菲安呢，来到我们现场，也给我们带来这种。